我必须强调，政府对公务员违法是零容忍的。公务员切勿参与任何非法活动，包括非法示威集会。对于有个别公务员涉嫌参与非法的公众活动而被捕，我们是极度关注。政府对违法公务员绝对是不会姑息。如果公务员参与违法活动被捕之后，基于公众利益，有关公务员是会被着令停职。公务员被裁定干犯刑事罪行，除了要受到法律制裁之外，政府亦必定要按既定机制对他们采取纪律行动，绝对不会姑息纵容。